女人说谎的三大特征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第一，表现得十分不耐烦，因为心虚变得情绪激动；二，总是试图转移话题；三，反咬一口说你不够信任他。这好像是在说我。那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？哎，2000一个，知识付费，爱问不问。行，你要是答错了，你就同意要三胎。那你说女性要长期不吃早餐，还要节食减肥，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？会导致胸部变小，因为胸部90%都是脂肪。我从明天开始再也不会减肥了。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，为什么你的数学那么好，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数学不好呢，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。心理疾病？这种病叫做数学焦虑病，据全国统计，每5个人就有一个，是指一学习数学就容易烦躁焦虑，严重的甚至还会头疼，懂了吧？哪有的治嘛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假如是你的前女友跟你结婚，她如果想要三胎，你会同意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的智力会不一样。天上差不多，可是你呀，你呀，你妹妹，就算。